我要介绍这个新妹，厉害了，厉害，她真的很厉害。她16岁就已经出道，然后她拍的微电影在 Facebook、脸书哦，破250万点阅，很高，这是算非常高的。然后呢，她呢还获选那个 FNC 韩国的经纪公司，请她去甄选，获得第一名，第一名哦，她没有去，优秀，没有韩国发展。但是他后面就是改拍一些什么网路的一些影片等等，但是我觉得非常期待，蛮厉害。真的吗？来问一下，哎，这位郑妹你好，主持人好。有机会到韩国去发展，为什么不去呢？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把就是初心放回来，就是我觉得我还要再把自己扎得更稳一点，才能往外发展这样子。哦，而且刚说你这个在网路上点击率，你现在都拍这个网路影片的 ？YouTube 的影片。哦，所以你等于是一个 YouTuber。对，也算是，但是现在已经想要转型，慢慢变成演员。对对对，我看过你的影片啊，等于是整个团队在拖垮你。赤裸，等一下，他好像童爷啊。是是是，那你今天要表演的是？我今天要表演的是 Mr. Ting 舞蹈吗？没错，舞蹈表演。那你舞蹈这么很行吗？我们在节目里面这么久，不知道你有跳舞。对啊，你通常都是来猜歌嘛，对不对？对对对对，来这边做一些搞笑的事情。哦，我们下次猜歌再找你来，好不好？好，谢谢。还要表演呢。谢谢。有期待，但是不敢太多的一个想象，因为没看过他表演，不知道嘛。好，一起来欢迎 Mr. Ting。哎呦 ，What's this？ 哇塞！神秘的孩子。또다물내지마라자리를지키는라이엇때로는사나워질지모르니이제환노웸을높여모두고개를올려어린사자의왕관을세웠네난나의눈을가리고이막에몸을맡기고뻔한비전을망치고사자의춤을바치고
师，谢谢。婷婷，老师，婷婷，哎呀，原来是婷婷，哎，真不容易。以前看到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他在那里猜歌，对对对对，搞不清楚原来他人家还有这样的一个。而且看他跳完之后，会想要问他说，你会不会累？婷婷会不会累？我做完跟汉典哥一样，是嘴巴会白的。好，所以今天特别擦的，我们要特别擦。听听评审老师对你的看法，对，好吧，来，比比扣扣。别的应该是今天的主审啊，太辣了，太辣了，他的体态其实跳舞是好看，对啊，你干嘛多穿这一件？那没有意义的。其实我们这设计过，因为我本身太瘦，你像这跳起来，你会竹节虫哦，所以我们故意设计，对女生厚度，女生都喜欢瘦。那这样是有点太瘦，哎，过瘦。那比比果果就刚好啊。太明显。来，林云，我没有问你哈。好。他哭了。怎么看？你怎么看？舞蹈。姐姐跳很漂亮。姐姐。怎么样？我没有想到他会，你是会跳舞的人，对对对，但我没有想到他会跳成这么的精准。其实他如果在肢体上再多一点放，嗯，他有点卡在中间，但是他精准是到位，没有，他是轻松 feel， 对，对不对？他那个定点没有说没有，这样没有这样，他是比较随性一点，可以再感觉再放开一点，再放开一点啊。其实我比较不同的看法，他是那种艺人的跳，明星的跳啊。对，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卡，给 dancer 做就好。说的真好，不是啊，艺人也要有这样的卡，你在等你一语戳破绿茶的谎言。对，绿茶给搞，你抓到了啦，你是假会。对，但是你刚刚自己你转过来那个眼神很对啊，对对，那个面罩。其实这个眼神我们也是训练过的，因为一开始我就太凶了，就说你这样子会危险，看起来有点太像打人。但你这个主题是 lion， 对对，狮子要有霸气。对呀，没有。其实这种眼神是要收放自如，就等一下。对，哎呦，我帅，帅耶！哎，你这哎还是换呗？哎，你这样转过来再甩一次，我们三号机来，三号，一二三，哇，好像菜头老师。欺负人对不对？好好 ，OK， 三位怎么样？这三位当中，请问舞跳最好的是哪一位？绿茶练到疯，他真的一直在练，对，脑袋很认真。练到疯，贵，你要不要看一下医生呢？谁跟我真的会？他是为了你，他可以，他可以，真的会跳好不好？阿咪老师来一点音乐，先跳上来伤害你，啊，还在跳这种啊？掉下了100块，啊，60块，60块而已。来，不，各位，60块，这60块钱的荣耀是贵的，贵的。先哥，买票，我有钱可以，真的这个事情好。还要，你如果几次啊？你成有什么的？成的，你如果起来就是真的很励志，那60块拿回来。对，的话。算了，我去练一下。可以了，麻烦两位把他带走，时间到，婷婷喜欢自己今天的表演吗？我觉得很喜欢，我很享受今天的表演。Enjoy， 对 ，Enjoy the game， 享受。谢谢婷婷 ，Thank you。